前的影像中，小编总觉得江苏卫视的主持队伍是完全可以用一个词语来形容的，那就是洋气十足。不管是大大小小的晚会，还是平常的综艺节目，似乎都很少看到女主持人的身影。可最近小编发现了，江苏卫视的主持人队伍终于开始有了小仙女的气息了。在光友们的安利下，小编发现了这样子一个仙气十足的小姐姐，长唇艳。好吧，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小编就已经有一种要沉迷于她的感觉了。这种瓜子脸，大眼睛，笑起来感觉整个世界都会变明朗的模样，真的是深得小编放心。这个出生于91年的小姐姐，如今是江苏卫视的当家花旦，颜值是攻陷你的第一步，亲切的主持风格才是让你完全无法自拔的大招啊！一站到底中和前辈李好默契搭档，既可以是为选手苦尽加油的啦啦队长，也可以是冷静睿智的女学霸。好吧，毕竟人家可是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专业知识可是杠杠的。看见你的声音中受命搜查队的颜值担当，凭借自带的一股梦劲，在节目中是各种打假。看来这萌妹子在变音方面其实也有属于自己的天赋。我们的挑战中，扎着高马尾的小姐姐自带仙气，流畅优雅的主持风格更是给这个原本男子 remix 的节目带去了一丝仙女的味道。在江苏卫视的蛇年春晚上，小编也看到了张纯叶的身影，一袭长裙，这简直就是仙女的标配。这个在绿叶衬托下的红花，也是凭借自己的气场不俗的口才，因为这一场春晚圈了不少的粉，让咱们看到了一个站上大舞台也丝毫没有一丝怯场的张纯叶。在经历这个春晚之后，自我要求很高的张纯叶意识到自己在主持上可能还有欠缺，他决定去跟组学习，从全能星战到芝麻开门，他熟悉了几乎所有的工种。在跟组学习的阶段，他开始明白每档节目对主持人风格的定位和需求，也明确了自己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在经过长时间的学习之后，全新出发的张纯叶在芝麻开门上的表现再一次让观众们刮目相看。这已经不是之前那个在主持上还有一点放不开的纯叶了，现在的他简直就是综艺范儿十足吗？呆当刘维就是两个活脱脱的表情包，一言不合就开始各种哈哈大笑的模式。来，表情包先欣赏一波。在江苏卫视芝麻开门中，咱们认识到了一个话脱的张纯叶，一言不合就要犯花痴。只是小姐姐，你一定要站这么近去看吗？好吧，原来长得这么好看的女神竟然中意这种肌肉型的 boy 刘维啊。为了让小姐姐可以多看你几眼，咱们要不要去健身房走一波啊？这个看上去是女神的纯叶，偶尔也会在女神君的路上远走高飞的，除了主持能力越来越强之外，看节目的小编还发现了她的一个特长，那就是模仿模仿选手的说话方式，还要调侃一番说像是在朗诵。好吧，感觉还真的和那个男生有那么一丢丢像了哦。只是在纯野的演绎下，这完全就是把自己往表情包的路上逼啊。你就不怕你的真爱粉们随时随地给你一个大写的表情包吗？既然可以模仿的了男人，这模仿器萝莉啥的自然也是不在话下。当看到两个身穿萝莉服似的萌妹子时，咱们的纯叶小姐姐也被这种画风带跑偏了，一言不合就在现场玩了一出萝莉式的撒娇，瞅瞅这用浑身细胞在努力的样子。这个模仿小编愿意给你满分的，
毕竟看女神收回了哈哈大笑，终于正常的撒了一次娇，小编还是挺满意的了哦。当然一旦被惹急了，这女神立马就可以女汉子上线，被选手调侃是师娘时，这个看上去柔柔弱弱的纯叶立马就冲了过去。这女汉子的架势看来真的是不好惹呀。不过女神一旦讲起段子来，就连旁边的老司机刘维都要服她。小编原本以为纯叶是在一本正经的讲述自己追剧的时光，结果在一顿伏笔之后，最后一句原来真的没什么用才是精髓，红红火火恍恍惚惚，就前面大长串的铺垫原来就是最后这一句话，小编水土不服就服你了。看来如今的张纯叶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只会规规矩矩主持节目的女神了，现在的她在主持风格上面已经变得越来越自由了，而且套路也越来越深啊。不过这样子的百变纯叶才是小编最喜欢的，毕竟女神讲段子玩模仿粉碎女神包袱什么的，瓜友们是最爱看了。然而这个小姐姐正经起来的时候可谓是正能量爆棚，在遇到两个跑龙套的姐妹最后没有挑战成功的时候，张纯叶立马就安慰他们，以后会有更大的舞台等着你们去发光的，一定要继续努力加油。这一刻的小姐姐简直是自带光效出场好吧，就像张纯叶鼓励选手们是一样的。生活中的她何尝不是一个靠努力才走到今天这个地位的人啊。当初在签约甘肃卫视之后，他让自己经历了两年的沉淀期，在这期间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只为让自己有底气站在更大的舞台上，所以这才有了咱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那个谈吐优雅、主持功底很不错的张纯叶。他在微博上也说，他相信这个世界上奇迹有着另外一个名字，叫努力。在主持人的道路上，他一刻也没有松懈，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舞台上的他是闪闪发光的女神主持人，而生活中的他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纯真的邻家小女孩。嗯，强烈安利他的微博 @ 张纯叶微博，他的微博简直就是一本活生生的街拍教科书，不管是甜美的小清新风格，还是自带气场的御姐范儿，张纯叶都可以轻松驾驭。好吧，真的很羡慕这种可以拍出如此好看的照片的人啊。以前说比你优秀的人比你努力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可如今在看过张纯叶之后，原来这个世界比你颜值高比你实力强的人也在默默的努力。我们确定还要天天在家里躺尸吗？其实这个世上并没有多少所谓的幸运，相反所谓的幸运其实都是用努力和实力堆砌成的。这个有颜值有实力女神和女汉子可以并驾齐驱的张纯叶，小编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你的。毕竟努力又优秀的女孩终将是会被这个世界善待的，希望未来可以在越来越多的舞台上看到小姐姐的身影。欢迎大家每周二晚21:20关注江苏卫视芝麻开门，小姐姐在那里等你哦。